木凳，快救我！这是什么鸡蛋？像什么站的位置？紧紧的抓住狮上腿，最长姿势，最优雅的鸟。这身衣服真是独具民族风情，你的围巾好特别啊！鸟也有长这样的头，小身大不协调。鸟儿也会有亲近人类的时候，哥俩好啊！今晚陪哥哥喝一杯去，这朵花送给你，我最好的朋友。飘逸的长尾，像春风一剪的柳叶，他肯定是在偷睡。眼睛故意涂黑了，别以为能瞒过老师。自由自在，相偎相依，多美好！世上最华丽的鸟，金黄色的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凤凰？这身新衣服真是好看极了，快看那边，有人在偷拍我们，趁着天气好来冲个浪。贵妇鸟迈着高雅的步伐，这只鸟是哥哥的朋友，你们不要害怕。夕阳下仙鹤展翅，这个瞬间如同仙境啊，像个落魄的流浪汉，好特别的色彩，像一颗糖果。这根翎毛肯定很贵，一个汤圆厉害了，看我绝技。